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小东，今天来北海度假第二天了、啊。下雨，又下雨啊，好大雨、啊！来北海玩两天，下了一天半雨，那真是服了他。现在中午十一点多了，泳裤都换好了，在这里看电视。哎，来北海这里。多余啊！开灯了。吃麦当劳了，吃了看一下还下不下雨，我再下的话就退房回去了。又要下暴雨了，下了一场又一场。吃了。饿了吗？肯定饿了。这个是什么？今天就不吃海鲜了，吃汉堡去。花200多块钱开间房看电视，看动画片。汉堡，换个地方睡觉。哎哎。看光头强。这个是豆浆，牛肉汉堡，嗯，好吃哦，嗯，爸，我把车倒进来，你先歇会儿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去吧，去吧。爸爸觉得很尴尬。回家了，捡行李回家了，退房。还想去游呢。不要拿那些东西。干的衣服，退房时间终于十二点。哎呀，新的干嘛？上车，上车，回家了。